主持人啊，林总统还有在场的各位先进贵宾啊，大家好。那么今天这个场次是国防安全啊。那么当初主办单位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是谈两岸关系跟国防安全啊，还是把它扩大两岸关系跟国家安全啊。那后来我决定从一个复合的一个安全角度来看这一题啊。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啊？那刚刚几位的这个任务发表人啊，蔡琴部长啊，还有陈老师啊，都讲得非常好。那尤其两位的这个评论人也提到，国防的一些议题隐忧啊。那么统帅权的问题，还提到国家安全的方针问题啊。那么我也知道说，我们到目前为止，除了2006年有一个国家安全报告书，然后2008年有2016年国家安全报告书的修订版之外，到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一个所谓的概览，究竟中华民国或是台湾中华民国，或是怎样的，你未来怎么走？好，那我想就利用这个 PowerPoint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想法看法。我就到这边来好了哈，这样我自己来操控比较方便。好，啊灯可以关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可以顺便休息一下。问题，好，启动台湾的国家安全报告，好。那今天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现状怎么定义？那现状可以维持吗？那维持两种现状，好。那事实上，现在国家安全已经受到很多的多元化的冲击之后，那怎么样来看待这个议题啊？那么在摘要当中，我主要从一个复合的安全角度切入，也就表示说，台湾的外交、两岸、内政各种层面是一个复合式的，不能把它单独切开国防安全啊，或是外交安全啊，或是区域安全，而是一个复合式的概念啊。那么台湾的战略的环境对我们的安全的限制啊，那两岸关系把它当作一个变相来看，对我们国家安全到底什么影响？那一直就是把两岸关系当作一个主变相来看，因为这八年来的两岸关系的一些发展，那如何去牵动我们国家安全的各个层面啊？那最后提出整个两岸关系跟国家安全的一个战略思考跟政策建议啊，也就是说，因应崛起的中国，那两岸关系怎么国际化？啊，这第一个。那第二个，那么如何维持现状上面的主权自主现状？好，这第二个。那第三个，怎么创造两岸的安全互赖来追求国家最终安全之道？好，这是我论文的最终的一个战略思维跟政治思考。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经济的事情。好，那刚刚几位也提到哈，那么我特别注意到 Fisher 哈，他来聊台湾对我们也非常友善。好，他说 FS8 降落可能是意外。但是也可以选择在夏威夷岛，那为什么在这边？好，那当然有当然目的啊，好，是不是说明是一种这个美台军事的一个默契，好，那么来设置我们美国这种目的，那这个东西当然属于一个国防机密的问题啊，这是第一点哦，我提出来的。那第二个503航线，那么陆委会表达这个航线没有非常问题，也不涉及到国家主权问题。好，那有没有涉及到国家主权问题？那当然有涉及到国家主权问题了，因为它是在你的领海，啊，在一个所谓的一个国际海域，啊，那这个自然要双方要商量，那只是陆委会有他一个不同的想法，啊，那么才会提到这样一个概念，啊，那么中国承诺经济不会进入海峡，那中国解放军一旦偏离，陆委会就不会去讨论，啊，那各位，你会相信吗？啊，陆委会倒是有这能力来做这个事情，啊，因为中国军机降落就不能谈相关协议，啊，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啊，那么。我们来看看，有几位学者把它整理哈，马英九执政时期的两岸关系跟中国战略哈，用主权模糊、经济优先，那么相较之前，啊，主权清晰、啊，政经平衡是有很大的差异啊。那么2008年以后的两岸关系是趋缓缓和，那当然了，因为中国如果要跟你交往啊，当然缓和两岸关系发展，但是两岸互动主动由中国来主导，啊，尤其是习近平上来之后，2503的航线问题啊，那么未来。那么会不会有南海防空识别区？好，那巴海峡会不会有中国的新的航线的一个研制？都有可能啊。那么台湾对中国将快速开放。好，去年四月份的这个太阳花服贸的一个议题的主旨，要不然整个服贸、货贸，好，还有争端机制都进行。那么还有相关的两岸的这个关系里面条例修正啊，再加上开放中国的这个办事处都会进行。好，那么。当然造成两项风险，第一个是台湾的一个主体性的脆弱跟两岸主权冲突，好，那事实上我认为基本上没有潜藏，事实上是已经在开始发生，好，那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
两岸关系跟国家安全的辩证关系，好，两岸关系的和缓是否会牵动国家安全，好，哪些安全问题被影响或被牵动，好，那或者是两岸关系的良莠跟国家安全发展应面联系关系。那我这点是主要是来批判2018年以来，哦，这个马总统一直强调的两岸优先啊。那么当然他们认为两岸优先之后外交就平稳了，哦，这样的一个思考，哦，那么我就用这样一个复合式的一个概念来看，哦，那么安全涉及到一个主体、个体跟身体跟心理的问题，哦，那么安全当然国家安全你要维护你的利益啊，生存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哦，但是提到这个复合三权概念的时候，你会涉及到一个安全化跟去安全化的一个体系，哦，也就是说很多事情的优先顺序那到底怎么来解决，哦，所以马政府认为很多事情不是国防问题，事实上是一个国防问题，哦，也就是说他的一个定义优先顺序差很多，他认为5-5-3不是，哦，他认为开放陆可来台不是，哦，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是必须要去经过安全化的角度来看，那这个安全化就必须要从一个复合的一个角度来看，哦，那么从两岸关系的角度来切入分析国家安全的话，那么我们到底哪些国家利益被冲击啊，所以我把它分成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经济财富跟集体自尊这四项。那集体自尊就是在国之间参与活动组织的一个方面啊，那么把它跟国防外交跟两岸做个结合来看啊，那来看最近这几年的发展究竟是怎么样冲击我们的国防外交跟两岸的一个安全啊，那么这是一个部分啊。然后在第三个部分也提到外交环境，哦，刚刚蔡部长提到美中关系的一个发展，哦，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美国重返亚太，哦，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哦，那么美中两强在亚太的战略基础已经非常清楚，哦，那我其实注意到4月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牙买加首都出席这个会议的时候发表，那么强调对中国啊日益经济的发展啊失败啊，但是警告中国不要做出过激的行为，啊，那么也就是说在南海问题，啊，不要太超过，啊，南海刚刚提到说在永暑礁，事实上还有在相对7个地方在扩大，啊，那不管是美国的智库啊一直在提到这个议题，啊，事实上等到它这个岛礁建设完整之后，那么它的防空识别区啊它的整个的一个征兆也会出现，那它这样影响会更大，啊。那么换言之，北京已经改变90年代的韬光养晦啊，那么进行一个有所作为的一个大国政治啊，这是第一个外交环境对我们的一个不利啊。那第二个，美中共管它也到北京主导两岸的一个所谓的台湾议题的设定啊。那虽然美国官方一直强调尊重两岸的一个现状啊，鼓励两岸的民调去讨论谈判未来的发展。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这台湾议题在美中的一个两岸过程当中，从以往的我们会操控所谓的这个精美制裁至中到中国啊去运作游说啊，变成这个精美制裁，那到了共和台到现在由中国来主导台湾议题来发展的话，那这样的态势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影响很大啊。那美国前驻中国大使瑞小姐提出来说，美中有这个稳定的架构处理两岸问题啊。那么台湾不是美中关系的焦点，但是啊，因为中国这几年主导啊这个台湾议题凝固，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过去很重要的议题出现出来啊。那么另外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习近平啊，那么很急切的啊。提出这个两岸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啊，在一中5-6点架构底下啊，那这个军事务地机制跟两岸和平协定签订啊，都会在进行啊。那么最近中国也出版一本这个两岸军事互信的这个研究报告啊，那么有关到底在讨论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在什么地方？那换言之，在后续到明年这个5月份结束之前啊，那这可能是中国一直不断要推动的一个制高点啊。那么我也看到有一个中国学者提出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啊，那么当然是九二共识推动两岸政策啊，然后先经后政，先易后难，那么还有一个这个中国学者所发现到的这个国民党两岸政策的一个特殊性啊，就是选举考量啊，那也就是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学者发现这个选举是一个很重要因素啊，所以这几年来那么强化对台湾这个选举的一个研究，那换这是一个内部的冲击影响所带来的思考。好，那目前民进党的这个中国政策的主张，好，
那么这边提到这个维持现状，好，这诸如此类，好，大家都了解，我就跳过去，好。那么这个两岸关系现阶段的一个初原则，哈，这个维持两岸现状，好，然后加强跟美国的沟通，好，然后以台湾人民的这个集体意识为主，好，这三个所谓的原则来看，好。那所以我们从刚刚的这个民进党啊、国民党跟中国哈、来看这个两岸政策，那事实上都有趋同于所谓的维持现在的现状，那只是说每个人所谈的这个现状啊是不一样的现状。那么在第四点，两岸关系发展影响台湾的综合国家安全的部分，好，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封锁啊，那么矮化主权，那么经济依赖跟社会分化，那我们在国防层面啊，那么会有一个武力威胁跟网络渗透的一些议题出现啊。那么这个部分，我请各位看到我的这个论文的，从这个第三十一页开始啊，那么从外交、两岸、国防啊，这边都有提到很多哈。那张副总也提到这个中国跟中美洲国家啊的这个所谓的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国家共同体的这个会议哈。那么中国不断的在这个进行拉拢啊，事实上中国不仅在拉丁美洲，也在南太平洋，也在非洲啊。那么透过所谓的中国拉美、中国非洲啊、中国这个南太公会拉拢的一个邦交国哈、这个一直不断的在做哈、那么外交部也强调说，我们要积极加入这个IPF 跟这个 FCCC 哈、但是当美国总统这个奥巴马在2014年的7月12号签署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的时候，那中国就反对。那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这样的一个矮化打压啊是必须存在的哈。那么在经济方面的依赖啊，这边我提到了一带一路的部分哦，那再请各位参考哈。那么在34页这边也提出啊，有一个这个新加坡理工大学的一个研究的提出啊，那么中国大陆有可能透过大量人员来访啊，那么进行所谓的秘密工作哈，在34页这边啊，超过1%的中国游客可能涉入对台军事行动啊，对你解放军的所谓的前导弹或所谓的地武中队啊，这个议题啊。那么在国防层面这方面的话，那刚刚也提到很多啊，我这边提到武力威胁跟网络渗透的部分啊，那我这边就借由这个民进党智库2025年的中国对台军事威胁评估中提出，中国对台关键的安全威胁在于以网络战啊，对有数位国土的侵袭啊，这才是一个重点，而且是看不到的啊。那刚刚也提到，这个美国在2014年的中国军力评估报告也显示啊，那么两岸关系明显趋缓啊。那么解放军主要任务还是在于因应台海的军事情况所准备，也就是说以武主台啊，以武主台的一个思考是没有变的啊。那么在37页这边提到网络骇客攻击这个部分哈，那刚刚提出还有共谍案啊。那这部分都很清楚的这个提出来给各位来看，这是一个复合式的一个安全威胁，那怎么来应对啊？那换言之，这个两岸关系的和缓牵动国家安全，那么这些已经有相关的连结性啊，那么这些所谓的泄密啊、共谍、骇客攻击啊，显示出两岸敌对心态仍旧未变，反而有更加的危险啊。那么从这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只要中国不放弃对台主权啊，不放弃武力犯台的威胁，两岸关系的好坏，那都会牵动这个复合式的国家安全威胁哈、所以我在39页这边哈、就把这个所谓的复合式安全威胁哈、提出来也就是一切以中国为锚首之战的一个战略思维，那么全方位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层面，引发台湾面临这个复合式安全威胁啊，让两岸关系的和缓，反而让台湾更不安全啊，因为北京可以操控他对台政策的目标，主权矮化、外交虚化、国防弱化，那么从而成为其一中架构下的由北京主导的这个终极统一啊。那所以从这个表，那么各位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看左边，我们的国家利益，把我们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跟经济财富还有集体自尊，那么把它分成外交、两岸跟国防化，那么领土完整这个涉及到邦交国的确保。那么主权独立涉及到我们能不能参与国际组织，那经济财富，那么涉及到我们的对外注视项是否受到中国的打压，然后这个集体自尊参与国际活动这个层次，那么在两岸安全方面，在领土完整部分说一个中国原则对我们的影响那主权独立，中国一直不断的在推动一国两制的模式
那经济财富这部分我谈的比较少啊，但是经济未来的一些情况越来越严重啊。那最后一个激励支撑论在两岸方面，涉及到台海的内地化的问题啊。那国防安全方面，当然武力威犯台威胁一直不断的存在啊。那主权独立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啊，必然并没有拿掉啊。那经济财富，那么国防军力失衡啊，这就是两岸的问题啊。那么还有在这个激励支撑方面啊。那么两岸这个国军国家的认同问题哈，中国两军的两岸军的这个概念哈，这部分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终结哈。那么最后在结论当中提到两岸关系国际化的战略考量啊，应对中国的崛起啊，那台湾怎么扮演一个中介角色啊，提供亚太各国理解跟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平台啊，那把这个台海两岸关系扩大为太平洋的两新两岸关系。好，那这样才能够扩大我们跟中国的一个对抗层次，那这是属于一个比较整面的一个态度考量啊。那么这个国内朝野两岸关系基础的共识，那么是要维持一个自主的现状啊，因为现在谈论到所谓的一个现状，那到底什么现状啊，也不太清楚啊。那么这个所谓的现状啊，是不希望被迫以任何方式的统一，那么确保现有的民主自由的宪政制度啊，就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么是应该很清楚的一个体现出来啊。那最后，这个也就是强调台湾主权独立的自主现状啊，不受台海情势发展的一个牵引。那么最后，那么关于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身份和地位问题啊，那么如何来去处理，从一个国际法的角度或是国际法理论加以诠释啊，那重点在于说，那么台湾内部是不是能够有一个程度的共识啊？那第三是推动新的这个西进政策啊，以相牵这个两岸的一个利益，创造这个安全互赖啊。那么未来这个两岸条例会修正啊，双方设立办事处跟深化的经济外贸交流，这是必然的态势。那怎么去积极主导这样的两岸关系啊？那么如果有计划的结合东协跟南海国家，那共同成为亚太经济整合的一个桥梁角色啊。那么如何扩大两岸之间的一个安全互赖关系啊？那么以台湾曾经有过的这个立足台湾放眼全球的战略布局，那加上如何应对中国啊，成为台湾未来生存发展的关键啊。那我想我这边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角度来看台湾所立的国家安全在两岸关系所面临的一个冲击啊。那可能还有很多还必须要加以协作的部分啊，那也提出来给各位做参考啊。谢谢大家，谢谢。哎，我们非常感谢翁教授来针对有关两岸关系跟国防安全呢，做我们一个很精辟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我们蔡教授来帮我们做讲评？好，谢谢蔡教授，请来。